转机。请下牌，骑士，躺前面。毒药毒，怎么还带兵法？你有病吧你？你玩个转机带兵法？红灯一下，两下，漂亮，舒服。这波计划转机，血量马上打回来啊，差100，对面的塔血量要高一些，所以我们血量要劣势一点。哎，捅一下，一下没捅到，电他，下远一点，小时是带火箭的，跟他拼法术是拼不过的，只能打进攻，滚一下加毒。小骷髅城上站了兵下撤，我服了，这次真难打呀！毒药，漂亮，会不会失误了？再炸，再滚一下，这个时候出钻机他丢不出火箭，你怕打掉，我不交多了，害怕了，我也是毒，没想到血量居然还没有优势，就喜欢你丢火箭，居然还被守住啦！谢谢汉堡可乐鸡的三个血瓶，谢谢。
什么部门啊？这是汉墓吗？ 看来也不是那么好赢啊。 炸！漂亮，投，亮下，提下，还是弩，等他先下，这波就会在转机下得去的话会送掉。 好，我其实第一没打到嘛。
滚开，让哥布林锁塔，锁一下，再投，舒服。血量直接36滴，再滚一下他的脚骷髅，这个电塔还是会预判前点，居然选择了进攻。哎呦，我去，这一波是亏的呀，没保住，浪费了，浪费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，飞头，耶！我去，挺难受啊。
上个洗手间，哎，晒一整天都超肥。来，火豆子去蹭一下，滚不滚掉？ 能激活还是要激活一下，反正都要被电了。他是什么卡组呢？转就转不厚点。 豆子跟上，跳一下非常舒服。地震猪。 然后我们准备好了钻机来防他，也是下着一个不容易被烟花穿到的一个位置。这里一个战利品，他吸烟花的话肯定撒毒呀，撒右边的话不撒。前面是盾牌，毒药毒上。 这边不用管，左边他还得不滚木，滚木没了，电都也没了，小骷髅盾牌也没了，给个火豆子给他逼他下盘。当然也可以等他下了牌之后再下火豆子，这一波是趁他没有费用的时候下来个火豆子就跳到一下。这一波威猛，地震滚木，滚木不在手上，威猛烟花，野猪加地震，左边前个战利品，小骷髅可以下前一点，顶上个骑士，再挖钻机。 这样能给到对手足够的压力。毒这，电塔不用管，我们滚完，我们炸弹兵炸他，可以下这的，因为他现在地震也来不及。 再给他通通打掉，他只剩1900血，我们只要防好就行，不要失误就可以。这个要求并不高，这边撒上一个毒，跳一下，配合广塔再补个滚木，保留了我们的电塔，来。
在这个骑士贴边，这一波转机挖后点，让他不好防，给上一个毒药来毒他的盾。挡外面，电还是得下后一点，不要被他敲掉了，替他交地震。交完地震，我们还有炸弹兵，挡一下。 烟花来预判一下！我操！完了！这他丫的怎么回事？怎么没守住他呀？Yes 啊，赢了！ 把赢的神仙一了，不急啊，这个电塔拉到他不一定能守住。 对面是羊，因为他名字里有羊。 既然是矿工，点火的去进攻。 啊！我操！
还行还行还行，赚了。防火加蝙蝠加矿工，什么玩意？加迫击炮。哦，明白了，就只有一个剑雨的他。火豆子还是不能乱来，要留着。来，捅掉，漂亮，捅，看一下鬼墨。我直直电他，这个人蛮飞桶的啊。捅死你！这个人在2024年9月25号的时候笑过我啊！我还是被射了两箭，看来我们的反应确实慢了不少。接下来的公主，她这个人喜欢丢侧边筒的。公主之后下了没有下过牌。一张两张三张。四张有公主了。哎呀，还没预判到他刚刚啊！这屌毛就是下桥的公主和新王啊！这他怎么样？他没有飞桶的这个狗贼！炸死你！两下，小葫芦飞一下，
就这样。气球赢了，又赢了，好。鬼步先滚一下，他有豆子的，所以说不下豆子去剩他。战雷兵炸他一下，还垫一下果豆子右边。下骑射，下这，盾牌漂亮，投到一下，这个不急，炸雷兵炸一下，我剩个鬼步，骑士顶上，他现在没有什么费用了，这就挖个这个侧边，砍两刀再炸两下，漂亮炸塔，但是有个小电的跟瓦基里，哥布林在扛住，炸雷兵疯狂炸三下了，四下五下六下，六下没炸出来，这个再去炸一下，凑够六下，六六大顺吧。谢谢老板的超粉 plus， 谢谢 ETE 的超粉 plus， 感谢，谢谢、谢谢大家礼物啊，谢谢大家礼物。刚不知道大参与抽奖大家谁中了，来挖个钻机，不知道里面谁中了，反正我的天机刚刚那几局是一局也没赢啊，对面应该是放弃了啊，知道了我们的厉害。一套打回桌面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打回桌面了，哎呀，你还挺有意思，你说话啊？